师边女性的老师可能还真不多，还被我们遇上了。我真的没有很了解，就跟杨老师这几年在情感各方面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修正的少，未来会很多。只是在过去二十多年能走上修行路的女性确实少，我也很都是就是实修这一块，而且从经典穿越的实修，而且是在家人就更少。对，拜佛的女性就肯定比男性要多。是，你就是包括在要难一点。对，其实我觉得不修的原因主要是大家不知道那个佛有多好，还是不了解。但我觉得大家都聪明，很聪明，如果他真的知道如来那个智慧到最后圆满的自在的那个境界有多美啊多好，每个人都成熟马上就蹦跶而去，只是了解不了，他不知道。因为这是个悖论，他必须放下世界的五欲的有些乐小乐，然后才能达到那个大自在。所以他就是说我为什么放下这些小路，万一得不到呢，他就去交换这个意识里边就不愿意去换了。但是没当你我是先知道了那个好，我擦擦擦擦就开始放了，就觉得哎要那个，其实开始也是有欲望的，只是知道那个好，那个是最好的，没有什么世俗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跟他相比拟了，没办法。自己都有事过于好，然后无为的修行过程中肯定你会就是世俗世间很多东西，你必须要放下一些，包括社交应酬，包括一些原来是的，没有太多时间。对呀，没有太多时间，你也是这苦。但是等到后面才发现，感觉到这是很迷茫的，就说哇，我好像我在佛法里面又没长进，没有长进，世俗世间的又失去了，失去了又失去了，然后呢？很可悲，两头没到，两头没到，佛果还没得，对啊，我甚至第三界又跑了，然后感觉到自己都是这样失去了，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就不想回头了，对一个女众来讲，真的是很难，在一个大的试验、大的丛林里面，她根本不可能让女众去，是的，尤其在家，那我们就可以。在丛林是四等公民，是我体验过。对，我说这个大生二生，然后男居士女居士，是这样画的，直接就把你画成四等。对，那就根本就没有人家真正去修，没有你的，他觉得你成就的可能不大。但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是女生，但心无男女相啊，心性上不可以啊。哎，挺好。成佛是身心。希望能利益到大家，真的是，因为在家人修行太难了，太难了，要解脱太难。当然修说信仰还可以，但是尤其在家人要解脱，太不容易，真的需要一些官方，需要一些道场，真正的实修的道场。特别是民众，既然大家修行了，希望你们也能走出来，自己只要坚持，我相信没有男女相的，没有什么女性啊。有些事心多长了几个圈绕弯弯，头脑容易敏感过敏，然后心真的是多长了个心眼，比男的好像什么事也多绕两下，但也不代表女性成不了道。我觉得可以，只要你发心，只要你愿意。那最近也会虽然知道那个情绪，但是它虽然不是很困扰，但是里面会有像翻滚的感觉。它是一个过程，会真的就好了。宇宙场在有些变化，可能未来几个月大家受的影响比较多。你控制不住的，还是每个人都会受影响。也知道它是坏，平还是很平静了好多，但是呢，头还是昏昏沉沉的。对这一节的，这个头脑昏沉，你知道吗？主要是我们的情欲未尽啊。情欲是就是当然不是说我们是男女情欲那种，就是我们的情欲啊，就是因为我们是有情众生嘛，情欲会导致我们的头昏沉得很厉害。这个一方面是个业，一方面是未来的共业，就未来一段时间会更厉害，周长一个转化，就是这一块就啪，大家都会昏头昏脑的，很快就转完。就是在闭关的时候，一清静一下子头你就清静下来，对，会往下走气，但是马上就像那洪水，就像对对水淹地球，洪水泛滥了，然后血一下子就没有了。有偶尔的一个短时间会知道换一下，然后没有了。当然一到生活中什么是人花，这一段就在里面，
就有是什么在翻滚的感觉。对所有的情，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从情里边去看到它的虚幻的一面，不要被如如不动，但是也要去担当。担当就是你是妈妈，你就要去抚育孩子；是妻子、丈夫，做你做好你那个本分。但是情是虚幻的，不管它是多么完美的爱情，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他的爱情完，即使完美到无懈可击，但它是个幻境。是有情众生的一个最圆满的最圆，包括对爱的理解都是一个情欲带着的幻境。在这一点上你要与空性正见去了悟它，了悟它，然后呢去这个世界担当，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你去承担，你就会很清净，越来有担当的人会清净。不要逃避责任，每一个你因果，每一个责任来了去找到你，你就去承担，不怕的。就是未来的十年，就是说在地球你要敢担当，你要去承担，然后去无畏，你就会得无畏力啊，你就不会恐惧，就会走得很快。不要逃避你做过的，是的，不要伤害别人，不管从情感上哪一方面都是修行中。我也看到自己就有时候会因为恐惧而逃避。对，不要怕。对，现在这个转过来了，以前可以逃避，现在不用逃避，你去担当，然后呢那个承担会让你无畏。对，甚至对自己的情绪，哪怕他有些惩罚没关系。对，我也发现以前会逃避，因为恐惧。静下来去认可自己，也不要去评判自己是对的错的，真的假的，或者是丑的恶的邪的还是正的，也不要评判，安住在这儿。如果因果来了去承受承担，无所畏惧，就是不管他是用，甚至用你的死亡来去面对承担，你都无怨无悔去承担吧。否则你那种无畏的力量从哪来？从承担来。那是在内心自己懂，自己懂那些东西。虽然一切如幻，因果不虚。承担也就超越了空性。你的气脉没转化以前，完以前，你心性上就是知道空性，你的因果还在身体里面实现，三界实现。你的肉体即使是生病，即使是死亡，没关系，承担，因为我们太多业报了。我们做了好多事啊，生生死死，你想成道你就想溜吗？那这个肉体就是三界啊，这个肉体会呈现，比如说我自己修造到今天也会有病魔死魔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你要担当啊，死就死了嘛，那一刻你还是一个修道者嘛，是那件事是我做的没关系，在法界里边生生死死每一世的缘你都要了啊。当然说在人道这个事，你用你的智慧去判断，你把握到那个度，又不影响到你去弘扬佛法，又不影响到很多人的修行，那又不影响到你自己的了缘，这个度你怎么把握，你要有智慧去吧。但是关键是你还是要承担。